谢怡婷。接着，学生团契要为大家为神演出戏剧《破碎的心》，参与演出的都是同学，只有一位年纪比较大。等一下，这个大家在信息的时候还会看到他。Thank you.
只有上帝的爱能修补每一颗破碎的心，只有上帝的爱能填满每一颗空虚的心。在这耶稣降生的平安的夜晚，但愿你一辈子都有从上帝而来的平安。接着在我们中间要证道给信息的是李怡俊牧师。李怡俊牧师其实就是刚刚在戏剧中有参与演出的那一位。那今天他引用的经文，各位的前面，我知道现在大家前面很暗哦，前面有一本圣经，圣经前半段叫旧约，后半段叫新约。在新约圣经78页，路加福音2章8到14节，各位等一下可以看得见的时候，如果你有意愿可以翻到新约圣经78页。我们现在就请李怡俊牧师为我们证道。